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2马来西亚地区，获提名最喜爱 TVB 女主角，陈莹、彼子殿下。我问咗已经好惨噶啦，你仲闹我？如果我走咗嘅话，边个保护你啊？如果你又点咩冻瓜豆腐嘅话，咁我点算啊？发挥想象力，展现超能力，立即投票投选你嘅最爱啦！